民们都听好了，正义终究不能战胜邪恶，胜利是属于我深渊福利士的。福利士，你居然攻击同伴！哼，我早就不相信友谊了。霹雳炮，让你瞧瞧绝对力量的实力！太弱了。神机手，你太慢了！力量，力量才能产生胜利。我要更多的力量，更多！这，我这是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普利士，你做噩梦了？这么大的人还做噩梦，像我梦里只有各种好吃的。普利士，你梦到什么了？最近我常常做类似的梦，梦里我一化成为了深渊普利士，不停地攻击伙伴们。你呀，睡觉前多想想梦梦做的料理，就能睡得香了。这个恐怕噩梦会升级吧。对了，我们去问问普奇威叔叔，或许他有解决的办法。你说你不停梦见自己成为了深渊普利士？是的，这样的梦非常频繁。虽然只是梦，但你们最近确实出现了机体变为深渊机体的现象，不能小看心灵的力量，这和你们体内的玉息息相关。最近我正在写模拟程序，能让你们进入到玉的虚拟空间，只是还在实验阶段。我愿意试一试，如果对玉有更多的了解，我也能更了解自己的力量。嗨，听起来很好玩，我也要参加。我这就输入模拟程序。进入玉的虚拟空间，很可能导致空间发生对冲扭曲，你们得格外小心。放心啦，普利士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宇宙第一都会保护你。那真是谢了。普利士，长臂，希望一切顺利。这是什么？你老爸设计的太空漫步体验？不是啊，这就是我老爸说的空间扭曲啊。长臂，长臂，爸，我们该不会被传送到了不同的空间里吧？老爸，老爸，你能听到吗？没办法了，只能自己摸索了。那是深渊机体下的我。追上去看看，深渊普利士在搞什么鬼？什么？
哟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弗利斯，弗利斯，嗯，他人呢？哎，不管了，趁机参观参观。啊，这是深渊机体下的我，很好，有同伴了，游戏时间开始了。深渊场地，你不要再跑了。嘿嘿，我真不愧是宇宙第一。哎，哈哈，深渊长臂，你是乌龟吧？不对，深渊机底下的我也是长臂，这样我到底是在骂他还是在骂我自己？趁我思考的时候偷袭，深渊长臂，你真卑鄙！不好，发生了空间扭曲，弗利士和长臂的状况很危险，那怎么办？我尝试紧急唤醒他们。脑壳疼是怎么回事啊？弗利士，长臂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……真是的，我正跟深渊长臂打架呢，还没打过瘾呢。我也遇到了深渊普利士，他实在太强了。普利士，长臂，这次事件或许是给你们的提醒。深渊机底下的你们是极夜石的力量创造出来的，将你们内心最深处的黑暗无限放大，那也是你们心灵最深处的恐惧。我懂了，消除恐惧的最好办法不是逃避它，而是直面它。啊！你们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事儿了。你们平安就好。我的计划现在才开始。